是那样坚定，为什么爱我从不放弃？我在风雨中看见你，为什么你始终没泪滴？我要和你站在一起，我知道你也没法理解。你说你是哥哥，我是你，你要为我唱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洪欢，今天是26号了吧，5月26号2017年，我今天是雨过天晴啊，大家看看天上的云彩在移动，我现在是在这个马里兰州一个交管局，马里兰叫 MVA， 就是你在这办驾照啊，买车登记牌啊，办身份证啊，等等等等的吧。这个地方最体现州的权利啊，这些基本的权利啊，是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行驶、驾驶、拥有车辆，然后办身份证，这都是马里兰州啊权利，和联邦政府没有关系。注意看了吧，它这个有州的旗和美国国旗。马里兰州，我今天到这儿来呢，是帮一个朋友来办这个马里兰州的驾照啊，他是一个中国的游客，那么没有合法的美国驾照呢，这个很麻烦。那么最近这几年由于反移民的浪潮这个比较强烈，给这些游客办驾照设置了重重障碍。我是最近花了一段时间帮这个朋友彻底搞明白了，所以在马里兰州，如果你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游客你的签证没有过期你在马里兰有居住你有账单有银行的账单，交水电费这些的话呢，是可以在马里兰州合法的取得正规的驾照的马里兰州其他州每个州不一样各州的规定不一样在这儿呢，我想正好有点时间，他们在排队，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杨淑平同学的事儿。我前两天看到杨淑平同学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作为马里兰州的一个纳税人看到我们马里兰州的学生这么优秀，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是我的，就是说像跟我的儿子女儿同辈的人能有这么好，对跟美国文化的这个融合这么好，我感觉到非常欣慰我的心里一股暖流就升上来眼泪都掉了几滴几次想就这个事儿谈点看法，谈点感想，主要是支持杨同学的。但是看到呢，不断的有其他的大咖对这个事儿有评论，我呢就是我不顾他们讲的好让他们讲，咱不抢这风头。最近呢就发现呢还是不断的有人把他和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来自湖南的另外一个同学，那个是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一个博士，毕业之后也是特别优异哈佛大学让他代表毕业生做演讲，他呢又现在有一些人呢又把这两个拿了比。我看了半天发现这个这一小粉红认为哈佛大学那个何江讲得好那么就是他们要贬低这个我们马里兰州这个杨同学，杨淑平同学他称好的理由恰恰是我看不上的
啊，首先说啊，这两个同学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都是说能够争得这样的机会啊，以华人的面孔啊在这个讲台上去发个言，这个而且讲的还可以啊，讲的还可以啊，我们都应该感到骄傲，大前提是要充分肯定啊，在这个肯定的基础上呢，我们不妨抱着善意啊指出他们的一些不足哈、啊。杨同学总体来讲哈、啊、杨同学的这个奖啊非常好，我可以给他打95分啊，我留着5分呢是有原因的啊，就说他中间涉及到这个后半段他展开的时候，他说他看到同学啊在 DC 在华盛顿 DC 啊，那么去参与总统的选举啊，这个他应该指出来，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啊、只是一个吃瓜群众，他没有投票权，这个他没有指出来不太好啊，啊不够严谨。那么主要的是他说他同学有一个作业拍了个电影，讲1992年洛杉矶这个黑人暴动啊，这个事儿啊，就说同学们可以自由讨论这样的敏感话题，讨论种族歧视，他受到了震撼，他没有讲出来为什么让他震撼，这个在美国是极其正常的，学生在课堂上几乎没有不可以讨论的问题，真正说让他震撼的一个原因啊，作为他的父辈这个年龄，我们是64这一代，因为和这个92年那个洛杉矶暴动啊比较接近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北京发生的这个天安门广场的这个64屠杀事件，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绝对不允许作为一个作业的课题去拍电影做纪录片在课堂上讨论啊，这个呢这个大前提杨同学没有点出来，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啊、他即使没点出来还是被环球时报和中青报共青团这些5毛狗崽子们小粉红们给盯上了，可想而知他如果点出那个64，点出他父辈心中最大的伤痛啊，摸一摸我们中国民族啊历史上这个最大的伤疤的话，可想而知他会受到，我估计他会被小粉红给刺杀了，给暗杀了，你信不信？所以说呢，他从这个作业的完整性来讲，杨同学这个呢，我只能给他打95分，就说有瑕疵，啊，他不是个满分的作业，他这篇演讲。当然了，他这个结尾的时候啊，他这篇演讲结尾的时候，用了排比句，啊，对自由做了非常新鲜、非常有力的阐述。他首先说，啊，freedom is oxyge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由是氧气。啊，注意，自由不是说像氧气，自由就是氧气。他第二句说 ，freedom is passion， 那么就说自由就是激情。你想想咱们中国人啊，不仅呼吸肮脏的氧气，我们都没有激情了。我们所有的人认为共产党的统治是邪恶的统治，但是我们没有激情去站起来向共产党说不啊，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激情了，我们成了僵尸。我们知道共产党在犯罪，我们走的道路是错的啊，依法治国是扯鸡巴蛋啊，我们不敢有这个冲动去站出来去反对。他第三句话说是 freedom is love， 就是上头的另更高一个层面，说争取自由是争取爱啊，自由就是爱。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啊没有爱，人和人间都是互害，我卖你个假东西，你坑我一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互害的阶段，中国人之间没有爱啊，中国人没有爱，所以我们就没有自由。所以这个杨同学这连着3个排比句非常非常有力。美国人，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我很少见到美国人能说的这么浅显易懂，而且这么有震撼力。最后啊，他用萨特的这个话来结束，他说 freedom is choice， 就是说自由是一种选择。这什么意思啊？你可以选择自由啊！杨同学就是他的爹妈把他送到美国来啊，他的父母给他选择了自由，他家有这个足够的财力，足够的胆识啊，足够的这个远见，让自己的孩子去来美国，来我们马里兰大学受一个正规的教育。绝大多数的父母
没有这个远见啊，也许是没有这个财力，没有这个途径让自己的孩子受正常的教育，只能在中国当猪啊。让共产党说人权就是啊猪吃饲料的权啊，这就是共产党。所以中国人没有自由，绝大多数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给孩子做这个选择。所以说他这个排比句啊， freedom is oxygen, freedom is passion, freedom is love, freedom is a choice。 所以这个杨树平同学最后结束的时候赢得了全场的热烈的掌声，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为他感到骄傲。杨同学，如果有机会我能见到你的话呢，我得请你吃顿饭啊，我向你表示敬意，向你的父母表示感谢，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能够在美国这片蓝天之下、新鲜的空气下，能够在自由的发挥发展啊。当然杨同学的英语啊也可以打98分啊，基本上口音就很少能听到了。那么掉过头来呢，我讲一下这个哈佛的这个何江同学啊，这个是个湖南老乡啊，当然他是非常优秀的哈。我给何江同学的打分的话呢，可以打75分啊，就是他呢，就说在我按照我的标准来讲呢，他比杨同学就差了20分啊，也是好的，也是好的啊。那么他的差距在哪里呢？首先啊，他举他母亲的这个例子啊，跟杨同学举他的家乡空气雾霾戴着口罩是套路是一样的啊。这小粉红啊可能不懂，那套路是一样，都说自己来自一个非常烂的一个地方，到了美国是多么多么的好，这个其实也是个事实。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了解中国啊，他们没有撒谎。那个何江同学呢是举自己的母亲，我相信啊也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啊，你把它当成一个文学的手法而已啊。湖南这个就说受了伤，被蛇咬了，用这个棉花蘸着酒精烧一下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处理方法啊，这是一种民间的智慧，并不像何江同学所描述的那样哈、啊、是一种愚昧啊，甚至何江同学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的解释也未必是对的啊，这个而且这种治法是有效的。何江同学说他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他说这个毒蛇的这个毒要就是咬了皮肤之后啊，因为毒蛇的毒基本上都是一些小肽，就是小蛋白质，那么用火一烤呢，蛋白质就变性了，所以毒蛇的这个毒性就给去掉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哈、啊、我也是生物学家，我的解释呢是另外的，这可能是一个不重要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皮肤受到火烤之后这个通过对皮肤造成轻微的创伤，极大的激活了人体皮肤的免疫功能，就是人的免疫功能啊，免疫部队大量得到调集啊，所以说可以把这个蛇毒给消化掉，给消解掉啊。这个我们不追究它啊，这是同行之间看的是门道，我点的是它的学术上的问题，吃瓜群众根本不懂我跟何江同学在讨论的是什么。何江同学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他呢，他所讲座当中他所宣扬的这个主旋律关键词啊，实际上是白左，就是他讲是一个平等啊，就是 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就说是科学知识的平等的分享啊。这个问题是问题吗？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不是个问题，这就是他们哈佛的这些白左吃饱了没事干，坐在这个实验室里，坐在办公室里自己空想出来的问题啊。这个比早年马克思恩格斯幻想共产主义还脱离实际。可以说即使是在湖南的农村你去传播科学知识，传播新知应该是没有障碍的，唯一的障碍就是经济如果你有钱有基金会资助你，给你一大笔钱，你到湖南的山沟里去传播科学知识，传播免疫学医学知识，没有人挡着你，没有人镇压你，没有人迫害你。这个和杨同学讲的这个自由的表达在中国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这个杨同学马里兰大学的杨同学呢，是切中了时代的主旋律，时代
我们中国人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确实是自由不足的问题。那么何江同学所讲的这个科学知识的不平等的分享啊，这个说实在的是白左幻觉出来的啊，这个是咱们中国人啊没有障碍，任何人都可以去农村扶贫，没有人管你，你要把钱的问题，把财富的问题解决了啊，这何同学所讲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何同学呢是不接地气儿的啊，这个是典型的东北呀、啊，哈佛大学那边白左给他洗了脑了，所以他这个脑子啊没什么用啊。杨同学在华盛顿 DC 跟川普总统现在所兴起的这股美国再伟大啊，美国复兴啊，追求自由，重新确立自由的价值是合拍的，所以我为杨同学点赞，我给杨同学打95分，给何江同学打75分啊，年轻人啊、都努力都努力啊，都是不错的，谢谢。我是李洪宽，今天是5月26号2017年，我在马里兰州的一个交通局啊，让我们为马里兰点赞，谢谢，再见。兄弟的心。